好，各位观众，我们现在为你介绍这只传说中的 Ronin。Ronin 它是一只被弃养的猫咪，男生，那已经扎好了，然后虎斑色，然后因为它被弃养，所以它有一点年纪，大概是四五岁。然后它叫卤蛋，结扎了，个性还不错，有一点稍微的紧张一开始，但是现在如果被摸了之后就很好。好，虎斑色，它皮肤稍微有一点。有点险，但是只要把它治疗好，应该还不错，好不好？弃养猫，记得摆弃养。这个礼拜进来的，很快，看对眼的，也要聊天见。看嘉宾的，哎呦，那样水的，好甜好甜，哎呦，恭喜发财，哦，好可爱呢哦，好，拜拜。